Hello， 大家好，我是大猫，我是大猫的老公。现在我是九点上课，然后我们起来晚了，就8:36起来，现在已经9:45了，赶紧得往学院去了。我把一个阿拉姆的毛都看拿出色呀。阿拉姆又是旁边吧？给大家看一下小何林这个穿搭，今天必须得穿雨鞋，这两天到哪去都穿雨鞋，咱也不知道为啥。现在已经55了，这前面的车咱也不知道是在这干啥呢。哎，不要啊！哎，这绝对是疯了。哎妈呀，化妆两分钟都不到，一分钟。最近人家那个沉浸式化妆老火了，我看咱啥时候也录一个。今天怕是不行了，今天我这边上完课以后要去一个地方旅游啊，其实就是一个有一个小溪的地方，小孩能进去游泳呀干啥的。车要是没挡着我的话还能来得早一些，整白一点，整个眉毛就看着能有精神一点，要不然成了无眉大侠了。他开着邻居家的 Toyota， 追着雨落，被父母说是最危险的地方他都去过。今晚演出的 rap 三的上是他最喜欢，他走到吧台先点了一杯 whisky 三。最后一道。OK。你好。我那儿就在日记玩死了，我那儿趴着洗骨一人穿鞋上课。我老公这一天可忙了，又在这儿干啥呢？哦，这是把家里的东西都搬过来了，里面还有一些，就把这边后面这一块就当成仓库了。这都是我老公和我公公搬过来的，哎呦，可细致了。오빠이거는무슨탭에오늘도사하는거예요그나라에서주는거그거순소도제같은거같아요아진짜퍼퓸네뭐열어봐요어순소도제같아요하지만방금학생보고그거는주식회사우리에게보내는거예요 아근데어정부에서보낸거네어정부给发的这个啥？哦，不是这个消消毒剂啊啥的。哦，哦，消毒水，然后这是手的那个消毒水、消毒剂。啊，하나챙겨가요。OK。어머니집에서나누고있어。嗯。哇，天气太好了，适合出去玩一下。可算是等到了休假的时候了。我俩这逛超市呢，我老公说你这跟我妈妈肯定不能一起逛超市，你俩这逛超市的方式差得太远了。哈哈哈哈哈哈。啊。哦，爸。啊。明天出口。那我不喝。可来。薄荷巧克力酒，哎妈呀，这一喝以后，这个酒原来就是一种消毒水的味道，这要再加些薄荷啥，更厉害了。都是酒呀。예전에그어머니랑명절에이제장보러갔잖아설날전에요리음식하는거네이건소고기를시우점에서사는데모르겠어뭐소고기한30만원치사가지고、네、와싸게샀어요싸게샀어요좋아해요 네한우쫄면한거아까얘기해서상추도좀사요상추쌈싸먹자해서뭐、네、상추보다막3,000원어비싸요안사 오빠사실은이렇게이해할수있어나택배살때는택배비만약에있으면진짜비싸게생각해요아转到这洗护去了，我经常让我推荐洗护的人比较多一些，因为我不卖，所以说是推荐的时候还没压力。这个是爱茉莉旗下的，这个叫啥 Skin U。这个系列的真的沐浴露和身体乳都不错，今年新出的这个清爽的大家可以试一试，反正真是挺好的，但是就是价格比较贵一些，这一桶都要70块钱呢，然后在国内的网上都有买到，只有旗舰店。
还有这个铝的洗发水，就是换包装了，换成这样式的了。按这价格看，13900两个，就等于说是一个算下来就是30块钱，35块钱左右。但是洗发水比较贵一些，我当时卖这个洗发水的时候，只有的，真的就是我不挣钱，至少得45块钱，真的就是如果说是低于45块钱的话，真的可能性是特别小的。所以很多顾客说你这卖洗发水卖得太牛逼了，我的天哪，还3个月卖一次，说实话真的我也不挣钱，所以3个月卖一次的话，大概就是3个月大家就会用完一套，然后我再卖。但是最近嘛身体不太好，然后一次卖洗发水的时候货量太大了，然后最近也没卖。给小何林买一个红参，哦，这个砂瓜糖跟卡叫谈了呀，满撒层。砂瓜糖跟你讲了，我们不说你。啊，砂瓜糖跟哈呢，一个普通哈呢。普通。嗯，他给我都给带。你看，现在看价格也看挺认真。蛮清楚。反正我就是在视频里面能推荐的东西，我以前也说过，都是我不卖的，就是因为各种原因卖不了的，比如说比较重呀这些的，所以说是。但是如果说是对这个东西有刚好有需要的话，可以试一下，然后或者看看别人的测评，反正真的就是挺好的东西，性价比也比较高一些。我发微拉你都给出来呀，微你都给出来呀，看见啊，看见啊，有老少，有老的少。我们今天其实要去的那个地方是以前去过一次，但是我对那边印象特别特别深刻，特别是他做的就是烤肉的那一块，看着特别比较有艺术感，就是前面都是那种绿色的植物呀啥的，反正挺好的。像有些日化还有护肤品的话，韩国人家确实做的挺好的，但是像衣服呀，我说实话就是好多衣服都是在国内生产的，你看它的那个制造地就能看出来。然后像韩国网上的一些设计师品牌的童装，它设计的就是比较偏成人化的感觉，就像它的配色呀什么的，就可能现在让我们来说的话就是比较高级的配色，但是孩子穿上以后就无论说是照照片呀什么，看起来是挺时尚的，但是也其实说实话那些颜色不太适合小孩子穿。所以其实我作为消费者吧，我感觉就是这个东西只要它值这个钱，然后质量各方面也都过得去，其实就是我们选择最划算的就可以了，没必要说是我必须得买一个外国产的。反正我一说这吧，大家都可不开心了，所以我们就去旅行了。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小何林现在穿上了游泳衣，等会儿直接能游泳。何林，我看漂亮，漂亮，真漂亮。你看我的小肚子，大家看我的小肚。他觉得这个可好看了。所以一直在这穿着走来走去的啊。何林咋把书拿出来了呢？啊，哎，看书了。嗯，咋还看书呢？咱不知道为啥这么开始看书呢。看见那熊猫，嗯，小熊猫真可爱，嗯，熊猫爱吃竹子，爱睡觉。熊猫，嗯，哦，爸爸来啦！小朋友，咱可能是得把安全带给系上吧。先把书给妈妈。书给妈妈。嗯。